这样做不符合中国法律，也不是中国行事的方法，现在不会有，将来也绝不会有。这个法案是要用法律的手段来更好的保护外商的投资，吸引外商的投资。这个法律也可以说是规范政府行为的，要政府依法行政。中美作为两大经济体啊，几十年来的发展合作，可以说我们之间也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想人为的把这两大经济体隔开，那是不现实的，也是不可能的。我们还是应该本着合作总比对抗好，相互尊重、平等互利这个原则，去推动中美关系包括经贸关系的发展。今年不确定的因素不少，我们还要有更多的应对准备，我们留有了政策空间啊。比如我们今年提高赤字率0.2个点，没有超过国际上说的所谓3%的警戒线，而且我们还可以运用像存款准备金率、利率等数量型的价格工具，不是放松银根，而是让实体经济更有效的得到支持。我们愿意出台更多的优惠政策，让台湾同胞在大陆不论是投资兴业、是就业就学、是生活居住，都能够享受到。